呢個即係陰公啦，請人哋穿山甲嘅陰公，豬一樣嘅香港人嘅隊友啦，唉，呢個富二代，食完之後咧喺度，仲要咧話，哇，啲穿山甲好好食喎，呢個富二代真係我頂佢唔順真係，呢個你又真係幾無奈啊，你老平啊，你啲香港人有冇像豬咁啊？你咁樣害我？跟住，好啊，食穿山甲都小事啊嘛，你同我查一查佢，大佬，哇，一年前啦、啊，你急時急日啦，你即係好似香港以前咁樣，林鄭公主成立之後，點解有個特赦啊？因為咧，無論你被逼好、自願好或者瘋狂好，個個都貪啦。你一咁樣查法嘅話咧，就真係咩咧？就叫做冚家噶咯喎！所有唔使做，但問題你衰咗啦嘛。平時人如果唔好啦，跟住一查，四百萬佢，你講笑啦你。雖然廣西係個窮嘅省係嘛，點知貪四百萬啦、啊，就要掹佢落馬陰公。我最終嚟講咧，就係因為富二代，即係話香港人好得人驚㗎。葉福祥都死，請你食穿山甲，葉福祥就翻咗，翻咗啦。嗱，所以呢個叫政治智慧咯。人怕出名，豬怕肥，唉，真係，繼續。